新闻头一条，咱先来关心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到彰化拜票，除是副选自家立委候选人车少拜票以外，十号暗时前进鹿港举办北彰化选前之夜，现场是来了将近万名支持者，彰化四位绿的立委候选人陈秀宝、黄秀芳、陈素华甲吴怡宁，嘛一一上台恳请乡亲支持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嘛呼吁乡亲爱全力冲、全力拼，彰化赢。台湾就赢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十号暗时来到鹿港，甲党内四位女性立委候选人黄秀芳、陈秀宝、吴怡宁、陈素华合体。现场人数接近上万，陈秀宝也大声甲乡亲恳托。呼吁选民，搁再一届予陈秀宝服务的机会，予伊将重要的资源继续摕回来彰化。是咱的决心，咱这票当是咱的志气。拜托大家，从今仔日开始，咱去啊倒水票、倒卡电话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托支持民主进步党所推选候选人，立好热枪点，消灭侵占在咱的好总统、副总统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托支持第一选举区点击第一号。一位候选人黄秀芳表示，虽然对手一直在攻击，不过伊会认真拼、打拼做，希望乡亲做秀芳的脚、秀芳的手，彰显守护民主的决心。啊，我要拜托各位，选举到啊，乌白抹黑，布条啊，乌白刊，断章取义。啊，不过秀芳秉持，我即届无要插旗啊，我嘛无要刊布条啊。但希望予咱的彰化市的市容能够干净，我会将我的文宣一一送到咱每一户。我也要拜托咱所有乡亲士大，是不是会当做秀芳的脚、秀芳的手，甲我斗宣传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若是你徛在彰化，发出选情警钟，呼吁大家集中选票，彰化赢，台湾就赢。台湾要进步，彰化要发展，非常。非常需要彰化县四位守护民主，会当为地方争取福利建设的立法委员。第一选区登记第一号陈秀宝委员，掌声甲鼓励一下。哇，咱秀宝啊，伫地方真正尽心尽力啊，敢若服务案件至少超过6000多件呢。不只是重视教育、文资保存，四年外来争取地方建设60多亿啊！咱一定爱予伊高票当选连任，大家好啊，好！好！秀宝啊，伫立法院有那是民间第一名的立委哦，掌声甲鼓励一下，掌声甲鼓励一下。第二选区登记第一号黄秀芳委员，掌声甲鼓励一下。哇，秀芳同款，实在是非常可取啊！伊伫国会表现文静、敏感，有哪第一名？难得的是伊按基层做起，伫咱彰化县服务已经28年啊！掌声甲鼓励一下。争取轨道建设、果菜市场翻新、治水建设，种种的建设。是非常值得咱信赖，会当予咱彰化欢迎发展的好机会。我赖清德来到鹿港冲选前，爱大家1月11号一定要出门投票，予赖清德甲小美琴当选，也予彰化四位候选人高票当选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